你常给我讲大海的故事。你说，有一天你要住在海边，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一抬头就能看到大海呢？ Mama，你说过，你把答案藏在了海的最深处。那么，我能找到它吗？ 欢迎来到深海大饭店。我还会再见到你的，对吗？